现在在张掖大佛寺，然后这个大佛殿，它是从西夏一直到现在。然后你看这个建筑非常古老，很大，有面宽是11间，净胜9间。然后里面等一下再去看，你看外面，外面门上就是凤，哦，对对对，木板上凤，然后这里有个，看这个楹联，天地同流，什么眼底，五群生。接什么呢？接什么子？接什么子？然后我不认识，读吗？不像读。然后左边这个，古今一梦人间。什么度？后面的也看不清了。度什么东西？度三个字，看不清了。然后这里是正门，是一只龙，门开了，也是里面就是有那个木雕的卧佛。但里面不能拍照，先看看外面，然后这边的门帘，这边也是一只凤，然后上面是赤色是空，善吗？还是万？什么古已？然后后面也看不清了那个字。然后这边就完全看不到啦，就只有若，后面的都看不到了。但是在边上这个雕刻的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，雕刻的这个是佛日增辉万善同归登彼岸。你看这个雕塑上面的金箔还在，颜色的话，绿色、蓝色和一点白色还能看得到，其他颜色，红色好像也看到一点点。然后这边的脸是法轮常转十方瞻仰灯菩提。